美、大胆创新、健康活力，一个比较温暖又有很多传说又给我们很多很多向往和憧憬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应该是蓄势待发，无论是气候也好，环境也好，人文也好，反正哪哪的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宜人。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美，人文美，食品也很美。我昨天赶过去就马上吃了一碗四川面。厦门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也是让它在新的一轮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啊，它可以没有那么多以前的包袱，所以它可以轻装上阵，现在主动的去继续发展产业，而且随着他们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我感觉这个产业的活力已经起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下了飞机哈，沿着你们有一个大桥，然后星星点点的这个灯火，然后映射在这个很平静的一个海面上，特别美丽。厦门也是个非常开放的城市，它可以汇聚四方英才啊，来到厦门啊发展。那么其实在岛外的边缘呢，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有待开发。那么再过两年呢，我相信这个地方也会变得更加的繁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建省的上市公司里面大部分诞生于厦门，并且是都是新经济领域的，厦门的节奏要慢很多，但它这不并不影响新经济的发展啊，因为可能是在这种相对悠闲的环境当中反而能诞生一些新的创意、新的想法，从而促进新经济的发展。厦门正在起步啊，我觉得很有希望迎头追赶，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使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厦门幸福。完整版新知视频请至一刻 Talks APP 观看。